臭的，这是这是做啥菜？这个是？做的凉拌黄花菜，香锅凉粉。好看，这个颜色好看，这样子。这都跟炒糊来的吧？这炒糊，炒糊的锅凉粉呀，凉条的。哦。锅凉粉叫它脆。我下水了。干啥来？飞烫。飞烫。这是味精。撒点盐。鸡粉。哎，少不了的是蒜汁啊，这不凉拌菜。带点香菜，带点香菜，另一份香油，香油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搅拌一下，它就上桌了哈。拌一会儿。